来，我们录今天凌晨第三首。说刚才第二首用了8分半，因为太长了。Vivian 的是《假扮的天使》，我们现在录第三首，也500的是《牵挂》（Lingering）。基本上小宋还是沿用他的英文抬头，可是以后我可能会更改这个抬头，我说英文抬头，因为这是小宋翻译的作品，是我的翻译作品，所以我的标题中文当然也一样，中文标题，但是我英文要改。是500，牵挂着你是那颗我的心，飘啊飘的在你面前捉摸不定。牵挂着你是那份我的情，吹啊吹到你的眼前我的心。我不愿看到你那湿润的眼睛，怕我会忍不住疼你，怕你伤心。我不愿听见你说寂寞的声音，怕我会忍不住对你说我的真感情。牵挂着你是那双我的手，越过你的长发，越过你心窝。牵挂着你是那份我的温柔，飞过你的肩膀，飞过你的手。我不愿看见你独自离去的身影，怕我会忍不住牵你的手将你带走。我不愿看到你依依不舍的表情，怕我又会忍不住再停留，怕你难过。你像盛开花朵绽放整个天空，温暖着我，将我拥抱在你的怀中。不愿承认是我最深情的脆弱，能否与你一生守候。是24号，那现在已经26号的凌晨了，快5点钟了，是前天呢，是不是前天？5、6是前天，是周四，现在已经周六了，是好过去看。A heart swings when this river stream is singing. Your tears soaked my handkerchief.Your voice fills this room that's failed to offer its own. For your hair I lingered, and for your tenderness I gave you my shoulders. An image I not help letting go, or would I? A face I not help holding on, or should I?Flower, please listen to me. Winter's just never come again, for you are already in my deep chest. 来，回去看看整篇，来翻翻英文意思 ，OK 吗？是啊，当这条河流正在吟唱的当下，一颗心。飘忽忽的摆荡，是不是？你的泪珠浸湿了我的手巾，你的声音充满了这个心房，而他呢？而那个心房还没有付出他的所有，是不是？为了你的头发，我在此逗留一点；为你的温柔。我给你我的肩膀让你依靠，是那样的图，是那样的一个身影，我禁不住就让它消失无踪。我真的舍得吗？是这样的脸庞，我禁不住紧抓不放，还是我该不该这样？花儿，请您静静听我诉说。冬日已不再降临，因为你，花儿，因为你早已深植在我胸中。来看看最后一句 ，Flower, please listen to me.
Winters just never come again, for you are already in my deep chest. 我们再去看看韵脚的部分 ，OK 吗？来看韵脚的部分。是啊 ，a hard sweets， 这都很简短，都是顶多两个音节的单词，是吧？是啊 ，we swim in this river。Strain is sin， 全部都发 e 的音呢，是不是 ？Swings 像荡秋千一样，是不是？那我做了很多转换了，我就没有照着它字面翻，当然不是，我经过非常多的层次消化跟是发挖掘，是不是？那这一段也是一样，我比较贴近原文了，是吧？你的泪珠是浸湿了我的手巾啊，是。您的声音是充满了这个心事，而那个心事呢，他还没有奉献出他所有，是不是？那你看 ，field tears handkerchief 是 this， 是全部都是 it 的音呢 ，his。那来再看看 ，your voice filled this room that failed to offer his own， 是吧？Field 音二的一个 field L 音，还有 F 开头的，是不是？好，去看。For your hair I linger， 那全部都是二的音呢，是 hair 二，是吧 ？Offer 是吧 ？Tears 都是二的音 ，River 是不是？好，看看后面的部分 ，linger 逗留，留恋是。Tenderness 里面有二的音了，是不是 ？Shoulders 不用讲了 ，shoulder tender you linger 跟 hair 是类韵啊，或同韵是。我为你的秀发流连忘返，为你的温柔，我让出了肩膀让你依靠，是不是？那这个地方做了巧妙的安排，你看看它的中文。我不愿看见你独自离去的身影，怕我会忍不住牵你手将你带走。前面用身影，我就用 image， 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 image 呢，我忍不住，我就让它稍纵即逝了嘛，我就让它走了嘛。我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是吧？那这个地方是 could not help， can't help。cannot help 就是禁不住怎么样？那你说，哎，禁不住让他走是这样子吗 ？help 后面加动名词 ，letting go， 是 let it go，let it go。那前面就 image， 后面就 face， 因为我抓取一个字眼，第三行后面那个表情，第一行后面那个声音，我就用这两个字词当做我的钢网，是他把它演绎。A face I cannot help， I could not help holding on， or should I？他说：“哎，我不能再度把它把持住，不是哦，我禁不住就决夺住不放了，是这样子。但是我该这样做吗？”他其实疑问的方式，当然是希望恋者回答。那他希望恋者如何回复他呢？这个脸庞，这个容颜，我禁不住。我就把它紧抓不放了，是这样。正好说前面对照 ，letting go 是不是？这边是 holding on。你像盛开花朵，绽放整个天空，温暖着我，将我怀抱拥抱在你怀中。那我大转翻转，我直接讲，哎，基本上您就是我的花朵，不是吗？那花朵。请您听我诉说 ，Please listen to me. Winter just never come again. 冬天将不再来临，是吧？那我带到他的意思，你认为？花朵，请您听我诉说，因为您的关系，冬天再也不会降临了，是吧？温暖着我，将我拥抱在你的怀中，是吧？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连续前面的。为什么冬天不再来临？因为您已深植在我心中，是吧？好，我学了，看看这什么时候翻了，是吧？
是1月24号周四，现在周六了，过去这几段录的稍长一点，很久没这样长了，是不是？